passiontimes.hk，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主持黄杨达、庄子恩、阿飞。早晨，大香港早晨，这个拥抱大香港主义的早晨节目，今日呢就有我黄杨达啦，有庄子恩啦，早晨，有阿飞啦，早晨，大家早晨。喂，大家货金先啦，大家睇下睇唔睇到，听唔听到先，同埋就系货唔货金到，而家未有货金，未有货金，等紧你系，所以我而家都仲系好眼瞓，因为未有货金，等紧你哋嘅货金。喂，第一节讲咩咧？第一节咧就讲讲马拉松啊，琴日咧就香港街马，跟住咧就举行，咁我哋有啲朋友都要跑啦，咁样咁啊，咁就琴日个天气其实就适合跑步嘅。就都相當之涼啦，又未至於凍啦，即係仲係短袖衫可以輕鬆跑嘅時間啦，咁樣咁就其實本來就巧巧嘅咁樣，但係有啲嘢就唔係幾巧，就發生咗一單好哈利嘅嘢啦，咁樣咁啊非常黑，咁啊就直頭就係哈利世代，好明顯係哈利世代啦，咁樣咁就話咧有一批跑半馬嘅跑手，咁啊半馬 suppose 跑21K。咁啊，佢哋會跑得短過全馬噶嘛，即係肯定啦咁樣。咁佢點樣跑得短過全馬咧？咁佢個路線係有少少唔同噶嘛，就係佢喺某個點就折返咁樣，咁啊跟住然之後就翻返去同一個終點位，咁咪跟住咪完成到21K咯咁樣。點知咧就喺折返位嗰度咧，就可能冇指示，就即係有啲即係出現咗錯誤，有啲指示嘅錯誤咁樣。咁咪結果咧，就有一班跑手咧，就係、是、跑多咗9K，係啊，結果足足就跑咗30K，跑30K。咁啊，大家可能覺得冇乜嘢啦，咁樣咁啊，跑30K 同21K都唔係爭好遠嘅，跑多差唔多10K，直9K 咯，咁樣咪即係跑多咗一半咯，直頭就係、是、即係原本你20K，結果跑咗30K 咁樣，咁你咪跑多咗二分一咯，比你原本預算嗰個距離。咁就有啲人可能覺得唔係爭好遠啦咁樣，咁但係我想講就如果跑過去莊子恩就爭好遠啦。哇！我覺得佢翻嚟一定係應該變咗十分啊，均速一定係一K，可能跑唔到翻嚟添。你覺得你自己跑30K可以跑到十分鐘都仲可以跑？你覺得你可以？咁你都幾十幾分鐘啦，應該去到14分鐘啊！14分鐘就行啦，14分鐘唔係因為嗰下，不過其實跑跑下字都唔知道其實。咁我相信你，我相信你唔會十分鐘嘅，我相信，但係我相信你會，我相信你會即係。翻到嚟成個震彈咁樣樣咯，低温咗。翻到嚟要等待救援。翻到嚟成個，翻到嚟成個震彈咁樣樣咁就跑多一 K 就唔會爭好遠。嗱，我作為一個跑步嘅人，我覺得其實嗰件事咧，就我最想講嘅就唔係嗰個跑步嗰個影響。咁但係咧，一陣間再講講個跑步影響。我最想討論嗰件事咧。咁呢件事就係、是，呢件事係琴日我哋做體育夠講嘅就我哋已經發現咗呢件事啦嘛，即係個新聞已經出咗嚟啦嘛。跟住莊子欣第一句就話：，誒係咪哈利世代咁樣？咁我話實係啦，我話實係啦咁樣。咁啊，跟住就梗噶啦，梗噶啦，係哈利世代。但我最想討論就唔係哈利世代點解會做錯咁樣嘅嘢，因為哈利世代或者。即係譬如智力衰退已經係我哋節目嘅恆常課題啊，常態嘅課題咁樣。咁就但係咧就呢一單嘢咧多咗少少嘢，我覺得係值得分享、值得討論嘅。喂，幫我貼呢個二世世代使用手冊先。最緊要就係買書啦，要解決呢一個咁嘅問題。最緊要就係買書啊咁樣。呢單嘢咧就係咧咁樣嘅。最主要值得討論嘅就係呢一個咁樣嘅香港街馬嗰個咁樣嘅主辦方嘅大會嘅回應。大會嘅回應。咁啊，大會咧，其實首先琴日就即刻有回應，同埋今朝咧喺我哋開節目之前咧，佢就上咗晴朗，就即係打電話封煙咗晴朗。咁咧，我聽到同埋留意到嗰個態度咧，都係話呢個其實係一個零星嘅事件嚟嘅。呢個係一個零星嘅事件嚟嘅，
咁佢就話係有，佢又話涉及嘅涉及嘅人數就唔多。嗯，佢就話有三十幾個跑手咧，即係最開始跑得最快嗰三十幾個跑手咧，就出現咗呢個狀況。好啦，咁就有三十幾人出現咗呢個狀況。咁然之後佢就話一個零星嘅事件。咁佢就話咧係會去調查，去調查。咁樣咧就如果可以係有如果係即係大會都需要積極去改進改善。咁但係咧，我今朝再嗱，首先佢琴日嗰個説法就係話，其實呢個係一個零星事件嚟嘅。咁就話啦，如果係有人為錯誤咧，就會改善工作人員嘅培訓。OK。咁然之後咧，今朝我聽晴朗咧，我咁啱搭車聽到啦。咁佢就去講就話，其實嗰度係會有本身係有指示牌嘅，即本身係有架設指示牌嘅，但係可能係因為工作人員嘅企位咧遮住咗，咁樣咧就佢又話唔係完全遮住，但係咧可能咧就咁啱有幾十個人咧，又或者最初有一兩個人就。咁啱個視線遮住咗，咁於是乎後邊有啲人就跟咁樣。Oh. 好啦，嗱，我覺得呢個事件上面嚟講咧，你話係唔係？因為你硬周密嘅計劃都總係會有錯嘅，係咪先？你點樣周詳？即係你話喂，可唔可以設計到一個零錯誤嘅系統咧？係冇可能嘅，你冇可能設計到一個零錯誤嘅系統㗎，係咪先？咁同埋就係、是。你嗰啲即係嗰啲所謂工作人員，啲冇職業嘅即係馬拉松馬拉松現場人員冇一樣咁嘅嘢噶嘛？冇、你馬拉松又唔係日日跑係咪先？你唔會有人話喂你做咩工啊咁樣？哦，我專門指示啲馬拉松跑手，你冇一份咁工啊係咪先？佢都係 helper， 有啲係 helper， 有啲就係、是兼職，咁實係兼職嚟㗎咁樣。咁所以一定係 system 嘅問題嚟噶嘛？好啦，咁你搞咁大嘅活動，咁你我最想講一樣嘢乜嘢咧？我最想同大家分享嘅一樣嘢就係、是，我哋面對而家我哋成日都討論哈利世代嘅問題，我哋成日都係成日都會討論就係話，喂，而家呢個時代做嘢好撚麻煩喎，咁樣你要面對好多哈利喎，咁樣有時我哋都測量下啊，今日嘅振達指數有幾高啊，咁樣咁啊咁啊如果高我哋就嚟畫個測咁樣去展示，我哋想揾出振達指數同嗰個氣温嘅關係。我而家有一個新嘅研究就係、是、可能同氣温有關係咁樣，可能揾啲唔同嘅係數啊比，但係咧有一個最大嘅問題係咩咧？就係、是、譬如我自己我寫一本書啦。嗰本書都可以話係即係傳世經典，即、就、係、是、可以近代我所有近呢幾年之內冇一本書可以比得上我呢本《二世世代使用手冊》對個世界影響咁巨大。咁就當然我知道你哋嘅認同啦。但如果你哋未買嘅話咧，咁你就即係、就是、你可能錯過咗收藏經典嘅時刻咁樣。咁你即係、就是、你一定要買，其實即係呢個係一個人類嘅責任嚟嘅。咁就但係咧，我呢本書入邊咧都係講咗就係你點樣 deal with 佢。但我就好少去討論一樣嘢，就係、是、哈利世代對你嘅影響。長時間接觸哈利世代對你嘅影響有幾大？而呢個咧係我喺呢本書入邊忽略咗。咁我而家想喺節目度補充，就係、是、你長時間去管理哈利世代 ，deal with 哈利世代最大嘅一個問題就係你會降低咗自己嘅標準。嗯，好啦，喺呢件事上面嚟講，我覺得如果呢件事發生喺二十年前。我覺得個大會係唔會咁樣回應，即係我覺得嗰個回應，我唔係話嗰個回應好差，即係嗰個回應，你話佢係咪一個零星事件？佢梗係零星事件啦。你話可唔可以怪曬啲工作人員咧？其實怪啲工作人員都冇用，係咪先？啲工作人員都怪嚟都冇用，因為佢兼職嚟嘅啫嘛，係咪先？係。佢又唔係專職嘅督跑員或者叫場地管理員，冇一樣咁嘅嘢噶嘛。咁你同埋事實上。實碌過㗎呢啲嘢係咪先？即係佢唔會好，即係佢實係碌過嘅喎。只要你冇人死，你屌你呢啲咁樣一年搞一次嘅嘢係咪先？去到下年大家又唔記得咗㗎啦。同埋下年即係佢又嗰件事又唔會話喎，即係誒呢個香港搞，我哋唔跑佢，跑第二個嗰啲咁樣，你冇得幾個揀嘅嘛？全馬係咪先？如果喺香港跑，咁你變咗你事實上嗰件事嘅
嘅嗰個其實係一個説法啫嘛。咁你話件事嚴唔嚴重咧？你嗰件事嚴唔嚴重咧？咁樣嗰件事就係冇人死就好地地咯。跑多十 K 嚟到講咧，係可以死噶其實。嗯，跑多十 K 係可以死噶，有權死噶。因為你唔知嗰、那個嗱有兩個問題啦，第一就係話佢係話早段嘅時間，佢話早段時間發生，早段時間發生，咁嗰個可能係跑得快喎班人，咁跑得快可能攞獎嘅喎。係啊，呢、這個位真係好誇張。咁啊攞獎咪變咗冇獎攞咯。好啦，咁但係咧跑得快咧應該理論上係最 fit 噶嘛，係、嗯、咪？又未必係嘅喎。佢可能係唔可能佢根本就跑得少喎，所以先跑咁快喎。谷頭嗰段係啊，咁呢啲如果有一兩個三十個入邊有一兩個係未或者跑唔慣半馬，跟住佢可能係練開十 K， 佢練開十 K 用十 K 嘅 pacing 跑，因為其實你跑開十 K， 十 K 到十四 K 你唔係好覺噶嘛。是10K 到 15K 你都不太覺得嘛，是那你就覺得照計我跑 20K 30K 都不太覺得、okay、不是跑步很奇怪的，你如果沒有練開它會忽然間有一個斷崖位的，它去到某一個斷崖位呢撞下去呢就那個不是覺不覺的問題的，一去到那個斷崖忽然間斷電的位置就會哇嘖嘖嘖嘖嘖嘖，你原本跑的時候裝置跑跑你就震達了你跑跑忽然間震達了、哦、所以你說、所以你說呢是、你說、21到30呢其實是可以很危險的、嗯、那即托賴今天沒事啦，托賴今次沒事啦，但是、那件事不是講到咁輕騎咯，咁當然你話點樣檢討嗰樣嘢，其實企喺大會嗰個角度，其實個牌就 set 咗啦。咁啊，有啲義工點企，又有時好撚難估係咪先？有時啲蠢起上嚟好撚難估啊！就企喺塊牌前面，係嘛？企喺塊牌前面。嗰啲係啊，佢即係佢又唔係講得好具體啦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就係、是，但係個説法咧令我感受到一樣嘢咧，就係、是、咧。很多時候其實這件事都發生在我身上，我相信發生在很多人身上，有時候那件事呢、實在是現在日常的各樣工作呢那個出錯的頻率太高了、嗯、然後呢他會將你那個這樣的標準呢會降到越來越低，你要審視一件事的標準呢 你明明以為自己是一個有要求的人，但是呢他會令到你，他會教育你的，即是你即是那些哈利是會教育你的，他會教育回你轉頭的，開始慢慢你覺得、啊、其實有交稿都挺好的，但交稿是肯定的嘛，交稿是肯定的，是不是基本，或者是譬如煮個東西出來、啊、其實今天都熟了算好了，沒那麼窿，今天沒那麼窿，變成是要求要熟，是而不是好吃，是 你由原本要求要好吃，然後你開始慢慢要求不難吃，到慢慢要求不好窿，到慢慢要求熟，咁你自己褪咗咧，你唔好講。而我頭先講呢啲已經係好具體啦。嗯，即係我頭先講幾個 step 係好具體。你忽然之間你會猛然一醒就啊係喎，唔係我哋而家拍劇都係啦。我哋而家拍劇係基本上係要求技術對白啫嘛。好。咁但係技術對白唔係一個要求嚟噶嘛。好。技術對白呢件事根本就唔應該列入要求嗰個 list 入邊噶嘛，係咪先？即係技術對白即係等於你嚟咗咁解啫嘛。嗯。你嚟咗冇理由讚你噶，係咪先？你嚟咗哇！今日真係嚟喎咁樣，哇！約你嚟，你真係有嚟喎，估唔到喎、啊！我本身都15、16咁樣，哇！屌你真係心大心細，我都係50、50嘅啫，諗住，哇！屌你真係嚟喎，好嘢啊，好嘢啊咁樣，我你走啊，哦，咁算啦，起碼都嚟咗，即係冇理由啊，係咪先？即係當然呢個係一個誇張嘅説法，但係你仔細審視一下，其實每日，尤其是職場各樣嘅運作，其實你係。你是開始有這個傾向，而最撚大劑的一樣嘢係咩咧？最撚大劑就係呢個傾向咧，你係要花可能要花一兩年時間你先察覺嘅，因為佢褪好少啊嘛。嗯。佢褪好少，褪好少，褪到佢一個你褪到一個離譜嘅位咧，褪到一個離譜嘅位咧，你先察覺到喎。而你想要求翻轉頭就好難。嗯。你就好難啊咁樣。即係講翻呢個咁樣嘅跑，即係呢個馬拉松嘅事件就係、是、其實佢即係點解會發生咁嘅事？又或者係呢件事嚴唔嚴重、大唔大劑咧？咁樣，我頭先都講啦，
要改善它，即你當然它是一個個別事件，因為其實最後 finally 點解就冇得估啦，因為都過咗咯，都過咗咯，因為其實都冇，即係除非有一個好，即係根本就冇 set 到個指示牌啊，又或者係你發現足足係有好多人，就30個都唔係話少，但可能係好多好多人跑多咗。跟住，然之後你要發覺係有成班嘅義工係好積極咁樣去叫佢哋跑向一個更多嘅方向。如果唔係咧，其實咧你要去 find out 嗰件事咧，因為個牌又喺度。嗯。然之後啲又唔係全部人都跑錯，因為其實有可能係咁噶嘛，有可能就係其實根本就冇發生任何事，只不過成個群。有一個人看不到個指示牌，帶頭的帶錯了，他一帶了，那你旁邊那些人就會跟著跑，那旁邊的人一跟，那跟著然後就有個羊群效，有可能是這樣，但你作為大會，即你心底裡都明明地，他未必是真的，有時候那些東西，難道真的瘋鳩住他嗎？這樣，又或者其實那些全馬半馬那些人那個號碼簿是應該是不同的，唔同色係唔同嘅咁樣，咁你話喂逐個報啦，逐個提佢啦咁樣，逐個報佢提佢啦咁樣，忙中都可能會有錯啊嘛。嗯、如果佢一群人到嘅時候，你話逐個嚟就可以同佢講嘅。如果一群人到啊，咁我即係嗰件事唔係話完全不可原諒，但係個回應嘅説法就冇理由啊，其實零星事件嚟嘅咁樣，我哋積極改善啦，我哋積極改善啦咁樣。即係嗰件事個説法太過輕描淡寫。嗯，而點解會有一個咁嘅説法？就佢令我聯想到一樣嘢，就係因為呢個錯，好即係好即係簡單咁講，就我想你審視下大家自己聽到呢件睇到呢單新聞聽到呢件事嘅反應，你可能都覺得好笑，你可能都覺得好笑，你可能都覺得你可能會覺得就係咁戇居都有嘅咁樣，但係你唔會好。你聽到呢個事件睇到呢個新聞嘅時候，你唔會覺得黐線點可能啊？係咪先？嗯，係啊，係啊，而家唔會。你係會覺得係咯？你會覺得係會噶，有可能啊，有可能。即係你唔會覺得呢件事好誇張啊？嗯、你唔會覺得呢件事去到哇點可能咁樣做嘢啊？但係你回憶翻，如果同一個題目喺五六年前講。我哋可能會揾到好多嘢出嚟鬧，或者你個反應都會大好多。你個反應可能覺得點會啊？你一定係 set 好咗噶嘛？邊啲人跑全馬，邊啲人跑半馬，一定有人跟噶嘛？係咪先？你咁大個賽事嗰啲咁樣冇可能，嗰件事涉及安全噶嘛？又或者如果有個人跑到死咗，跟住你就會可能即係就會覺得。哇，好嚴重喎、啊，好過分，又或者大家會比較容易聯想到，喂，分分鐘跑死嘅喎、啊，分分鐘會死人嘅喎、啊，好彩冇事。但係老實講，你今日你琴日聽到呢單嘢嘅時候，其實你嘅感覺只不過係而家啲人啦、啊，真係你大不了係咁啫嘛。其實你嘅標準已經降低咗，你對個世界嘅標準已經降低咗。我唔係話你，我唔係話你唔應該，即係唔應該正確認識嘅世界，你係應該正確認識嘅世界嘅。你是應該知道這些事是會發生，因為那件事那個是你自己審視世界的時候那個容錯的空間，有時你太緊張或者太過嚴厲，你又會即是你的日子又會過不了，但你太過容易覺得這些事是恆常的話，事實上你就慢慢被離譜的世界教育你，你不斷地將自己調低調低調低，這個就是我經常都說香港其實很少人知道香港的嘢食變得越嚟越差，因為事實上你只要吃同樣的嘢，佢每日差啲，每日差啲，每日差啲，你就唔覺。嗯。而其實而家今日食緊嘅嘢，求其一間餐廳一間鋪頭，同十年前食緊嘅嘢其實差好遠，尤其是中菜、西餐都係。西餐其實係跌得好過分，香港嘅西餐而家係跌鍋跌得非常之嚴重，超級嚴重。咁點解會跌得咁嚴重呢？就係因為西餐好容易令到人覺得佢易煮啊。咁同埋咧，曾經有一個年代咧，就係俾日西入侵咧，咁就有啲即係日西當然係好嘢啦。
港式日西就變咗旁門左道咧？因為嗰啲嘢係簡化咗、淡化咗，而對個要求就越嚟越少，跟住然之後咧就開始食到啲九唔搭八嘅嘢。嗯。但係大家又覺得開始唔你又唔記得啦，你又唔記得佢原本係點樣？你唔記得佢原本係咩味啊？你又唔記得佢中菜都係嘅，但係中菜就係、是、反而有啲嘢就難整嘅嘢就少咗人整。好。難即係、就是、有啲複雜嘅菜就少咗人整。咁啊，跟住咧，但係咧就呢、這個咁樣嘅西餐而家係都西餐好嚴重嘅，香港西餐，香港揾間好啲嘅西餐係去到即係去到困難啊，去到困難，即係你一係就食好貴嗰啲咁樣。咁呢個就係、是、其實好多嘢都係咁樣，好多嘢都係咁樣。佢你調低少少，調低少少。所以今日呢個節目就想同大家講就係大家都要謹慎啲啊！謹慎啲，謹慎啲，係啊，冬菇意粉嗰啲咁樣，大家謹慎啲，謹慎啲。喂，我哋係啦 ，Chat Room 講得啱啊 ，Angie 講得啱，又係，同埋有好多人又唔撚識食咧，又唔撚識食，又喺度做食評咧，係咯，同埋唔撚識食喺度教人煮餸，係咯，唔撚識食喺度教人煮餸啦。我即係我以前都好少睇嗰啲煮嘢食嗰啲 KOL。我以前都少睇佢煮嘢食嗰啲 YouTuber， 喺日本開始煮嘢食嘅時候，跟住然之後我求其 kick 我唔知想煮乜嘢，就係、是、西餐嚟嘅應該。啊唔係，我想整我嗰日想整雞翼，我想整啊嗰、那個叫咩咧？嗰、那個叫咩雞翼咧？嗰、那個燒雞翼、炸雞翼、炆雞翼、可樂雞翼、啤酒雞翼。啊嗰、那個叫咩雞翼咧？嗰、那個叫做。我唔記得咗添，煎嘅、炸嘅、蜜糖雞翼、芝麻雞翼，唔係啊，係一種日式雞翼嚟嘅，係有芝麻嘅，係。我唔記得咗嗰個係咩雞翼添，嗰、那個係咪鹿兒島雞翼定係咩雞翼咧？即係有一種雞翼啊嘛，有一種雞翼佢有個煮法啫嘛，咁樣佢係甜嘅，偏甜嘅，佢有一種煮法。咁跟住我喺度揾啦咁樣，跟住我睇，跟住我揾個 YouTuber， 跟住喺度教整嗰個雞翼。咁跟住咧，然之後咧。我睇個 YouTuber 陳秀慧就已經話，因為嗰個人廣東話，咁跟住咧陳秀慧就話：，喂，呢、這個人唔識煮餸嘅喎，咁樣，我話唔會啩，咁樣，咁跟住然之後我喺度睇嘅，咁樣喺度整，跟住然之後我都未開始整，我都未開始整，我睇睇，冇撚理由，唔對路啊，屌你老尾啊，你呢個調味會。好撚鹹嘅喎，我都未整啊！睇嗰個，我都未整啊！我未整我就已經覺得冇撚理由嘅喎，點會啊咁樣？阿明古嘅雞翼係明古嘅雞翼係啊！我嗰日學整明古嘅雞翼，嗯，明古嘅雞翼有少少難整嘅，我其實我未成功過，其實我未成功過整到明古嘅雞翼，明古嘅雞翼都幾撚難整嘅咁樣，咁係跟住就。要整得好食啊咁樣，有權明古雞翼係有權整得好撚難食咁。哦，咁樣咧就同埋我係唔中意食明古雞翼嘅，其實。咁你又整嘅？因為我有一次食到真係好食嘅明古雞翼，我先知道原來明古雞翼係咁嘅味，原來我咁耐以嚟食到嗰啲都係膠嘅，原來我食到嗰啲係膠嘅嗰啲，係啊，佢要先炸再煮，好撚麻撚煩嘅，同埋好撚難拿捏嗰、那個。炸幾多煮幾多，好撚難拿捏噶，好撚容易乾鳩曬噶，好撚容易乾鳩曬咁撚樣噶，好撚容易變咗乾柴咁撚樣噶。咁跟住咧就但係佢係偏甜噶嘛，佢係鹹甜同埋又乾入邊又有又乾又乾又有汁，係啦，又要脆又要，總之係好鳩難嘅。我覺得即係你哋可能覺得唔難啦，對我嚟講就好鳩難咁樣。同埋我用氣炸鍋就難上加難，因為我唔係用油炸，用油炸就好似好啲咁樣。你知唔知明古雞啊？唔知啊，即係阿方師奶就知明古雞。跟住我睇個 YouTuber， 我已經唔記得咗佢教錯咗一樣乜嘢啦。總之咧就係咧，佢係一個好多香港 follower 嘅一個 YouTuber， 跟住早排仲鬧咗啲新聞出嚟嘅咁樣。咁跟住咧就咁，我好似聽過佢嘅名喎咁樣，因為早排有啲關於啲鋪頭好唔好食嘅，咁我咪睇下咯咁樣。我已經唔記得咗佢嘅錯處係乜嘢。總之一睇就係，屌你老尾，我唔識整我都覺得錯，唔係咁撚樣喎。即係我唔識整，但我食過啊嘛，我知唔係咁撚樣喎。唔會係咁嘅喎，咁樣咁跟住我再睇其他唔係講廣東話，冇人好似佢咁撚樣亂嚟啊！屌你老味，
而呢啲人有好多 follower， 咁你就你個標準個標準唔係越降越低，個標準唔係越降越低。但我唔係話我識整啊，因為我未成功整到過啊，我未成功整到過啊，我覺得都幾撚難，幾撚難整啊咁樣，就係咁啦。喂，我哋呢次到呢度喂冇貨金喎。冇貨金，有貨金拎乜乜？喂，試下貨金拎乜乜咁樣。係啊，要貨金。點解你咁快就估到我講邊個嘅？唔撚犀利嘅你，你睇好多呢啲主席都睇，一路都睇。你都食，你都睇好多啊？點解你哋咁？點解你哋咁叻嘅咁樣？好喂，我哋呢一節到呢度，唞一唞，轉頭翻嚟繼續。睇完節目記得 like、comment 同埋 share 我哋嘅 channel， 收睇最強頻道，訂閱熱血時報。